王心凌今晚嘉宾提前曝光，网传大咖韩国女神底台，公司六字暧昧回应。甜心教主王心凌自23日连两天在台北小巨蛋举办 Sugar High 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吸引大批歌迷朝圣。24日晚上进行第二场演出，外传前韩团少女时代成员 Jessica 郑秀妍将担任演唱会嘉宾。对此，王心凌所属唱片公司也作出回应。王心凌因参加大陆实境秀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再次翻红，除了人气不断攀升，更结交不少艺人好友，包括前韩团少女时代成员 Jessica。 脸书粉专追星高手24日图公告 Jessica 已来台，更传出来台目的是要担任王心凌演唱会嘉宾，而所属唱片公司则回应晚上就知道了，让人相当期待。事实上，王心凌日前在记者会上仅透露演唱会找来女性好友担任嘉宾，引发歌迷讨论。王心凌这次的演唱会藏有不少巧思，更加入吸睛可爱的甜蜜号飞天巴士跨越全场，与歌迷们近距离互动。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